一万起是算是跟我女儿是姐妹淘，两个人从小一直长大都在一起。她是一个很乖很乖的，算是就好像我女儿一样。她的生活就是这样，所以真的很不舍她来离开。一万起是算是跟我女儿是姐妹淘，两个人从小一直长大都在一起。而且在几年前我们在那个草屯的歌厅一起有一两年的时间。她是一个很乖很乖的，算是就好像我女儿一样。那个时候他很喜欢唱歌，他没有什么不良的嗜好了，他只是喜欢唱歌，然后早上下午一定去运动。可以说每天都是他的生活就是这样，所以真的很不舍他来离开。而且于天跟我也是几十年来的好友，所以婉琪可以说真的就像我们女儿，真的很不舍很不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快啊！